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是為有志向在社福界護理工作發展的年輕人提供聘用和培訓。啟航計劃令我學識怎樣跟社友相處，亦掌握到照顧他們的知識和技巧。聽到好像不錯，等我問一下其他學員先。起初對於在安老院工作有些抗拒，做久了之後和公公婆婆相處就越做越開心。由心出發，參加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免費讀書又有收入，可以拿到專業資格和文憑，機會就在眼前，千萬不要錯過。